听得见吗？我就播一会儿会儿，十分钟吧。我就播一会儿会儿，就十分钟，那我就喝口奶茶。十二点我就下播，我就播一会儿会儿。谢谢锦上米豆里，好突然，对，因为我本来没有想要直播的，就我跟你们讲，我 MVP 的东西，我 MVP 要表演的，我还没有开始，就是只是定了，然后还没有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事了，谢谢五口三。然后我这几天就可能没时间直播，而且再加上我们队可能下周要团建，所以我排练就没什么排练的时间，就时间很紧张。嗯，对，因为我完全没有，就是我有一首歌是出去做，然后还要出去拍专场视频什么的，就时间很紧，我还没有开始搞。咋直播了？我十二点下播。就是因为我今天我刚下去拿奶茶的时候，路过那个练习室，我发现今天还蛮好看的。对，然后就播一会儿，记录一下。哦，我好想给你们听听这首歌，但是你们先不能听，要等我 MVP 公演的时候才能听。拍是我拍我，好的，谢谢。然后翻牌哦，翻牌，因为那天是因为要跟应援会商量事情，所以说开了翻牌。然后其他的小伙伴们，我可能得明天卡点儿再回了，因为现在我回了一部分，回了一部分，然后剩下的就可能明天握手会什么的。今天太嗨了，替你向七七问好，哪个七七呀？王菲言吗？为什么要我替你们帮忙问好？很奇怪。好吧，云姐呀，但云姐现在进组了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。点了一个乌龙，乌龙不会睡不着吧？一个人，这都是一个人啊。云姐又不会跟我躺在一张床上。你很怀念之前我在 S 队的时候的，那你只有怀念怀念了。我现在在插队，很好，很快乐。绿色将版图染遍，只剩一个人。对哦，我跟你们讲，之前这个空调管子漏风，然后我昨天买了那个风墙胶，就是双十一买的风墙胶，不是双十一买的风墙胶，是我那天跟你们发口袋，我说我们房间窗户漏风，就是那天空调管道也在漏风，然后我就那天买的风墙胶，现在才到，昨天晚上才到，然后昨天晚上就把它封起来了。就是我把那个墙上的洞封起来了，有用。我昨天晚上已经感受到用处了。那个风墙胶它本来是软的，说风干一天以后它会变硬。嘴唇太干了。
一会儿我就卸妆了，我不想擦唇膏。其实用口水不好，我妈妈说口水会越来越干，得擦唇膏。谢谢田小伟送的七个小熊。我知道越挺越干，但我待会儿就去卸妆了。卸妆就，就是懒，哎呀，就是懒，因为待会儿就要卸妆了。明天哦，太好了，明天见。对啊，明天要很早很早，我们明天八点半就发车了。我们明天八点半就发车了。说实话，我本来是想今天晚上回来八五的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时间呢，好像也不太允许，所以就凑个整，跟你们聊聊，然后我播一播，然后就去卸妆洗漱，明天还要早起。那个地方很远是吗？好像离我们中心还挺近的。明天要不要把刘丽丽？没事。那边很脏很多灰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今天去了吗？那个时候的我好可爱是什么意思啊？地上容易起灰，地上容易起灰是什么意思啊？冬天应该还好吧，夏天比较难受吧，我感觉。我明天还想穿白色的衣服去呢，因为我的外套是白的。我都没有深色的外套，我只有一个呢子大衣是深色的。前两天有朋友问我为什么，他说我衣服都起球了，就是每次他看到他就说你的衣服起球了，你袜子起球了，帮着你起球了，说你怎么不换新的呢？我说旧厂旁边的木芊芊，这是吸管，然后就说怎么不换新的，然后就说为什么不换新的，然后结果我双十一买了一个外套，我很喜欢的一个外套，双十一的时候打折，也是白的。我冬天的外套好像都是浅色哎，但是我能穿很久，就是我很爱惜它，不会变脏。我从小就这样，虽然我很调皮，但是我不会把身上弄得很脏。就是如果穿的不是白衣服，我就可能把身上弄得很脏，但如果是穿的白衣服就可能不要。其实时间到了，我应该下播了，下播了要去卸妆洗漱，明天要早起，我今天晚上还得洗头呢。再唠两句吧，我先把这个小卡子，明天其实哎呀不知道，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统一服装握手的，结果没想到是私服，我也不知道明天要穿什么私服。好，晚上洗头不太好，可是我都是晚上洗头。人鱼的旋律出新周边了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绿色的美人鱼。人鱼的旋律现在正在更新呢，就是他的漫画现在又重新在连载了。谢谢端着大虾。晚上洗头第二天发型会炸，我就是想让他怎么说呢，我的发质就是可以这样，
不对，我的发质就是要很多天不洗头才好。我像我今天，像你们看到我这个头发就已经是三天四天没有洗的头了。就是它不管多久不洗头，我一个星期不洗头，我的头都不会油。但是如果我洗了头，第二天就要演出的话，我是做不好发型的，因为我头会爆炸，会爆炸，因为我的头，因为我的头发很干。哇哦，好昭和哦，松田圣子，无意冒犯啊。其实今天刚做好头发的时候很像来着。啊，我的心の恋は南の